要钱。
钱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花，叫来风扇是吧？跟钱没关系，站到舞台上就是开心啊，就是快乐啊。当然每个人啊，他开心的点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吗？开心的方式也不一样。你拿来说，我就今天早晨我就挺不开心的。您今儿早上你不开心了？啊，有点上火，要来气了，不是？就是当着各位，咱都不是外人啊，念叨一下，你就说，生气啊。生什么气？您说谁惹你生气了呀？你媳妇儿，你媳妇儿，这不爱呀？我媳妇儿，哦，那可以，惹我生气？怎么还惹你生气？我们是晚上工作，大家都了解。现在我们才开始上班，对，下班9-10点很正常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往家走，到家里以后收拾收拾，1-2点睡觉很正常。都睡得晚，起得晚，这也正常吗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起的可能就晚一点。哦，但我媳妇起得早啊。你媳妇起得早，5:30就起了。干嘛那么早啊？反正她是一个大三的学生。哎呦，是人吗你？有点不像话呀。对，她需要早上5:30起来准备，就是上自习。早修呢？啊，她早修。哦，上自习是。她起了，你说她起了自己怎么办？她起了，她就不让我睡觉。我这折腾你，就叫我起床。哦，叫起床，对了，帮人拿手来指导我。哦，我给你拿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没事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睡了，还起来吧。我这一听啊，我这火大，吓死我了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再给我毒死！你再给我。叫人呢还是叫命啊？啊，这才几点？5:30就起吗？我是想起，是不大想起。我累起，我不累起。我起呀，我起呀，我起你奶奶个孙子！啊，我起得来不？你先等会儿。你冲谁骂街呢？我冲我媳妇儿。不是你冲我媳妇儿，干嘛对着我说呀？冲我媳妇儿。
抽抽，不乐意抽不抽。那我就乐意抽。瞧媳妇儿。瞧我这钱不钱。哎呀！这话到底谁说的？我媳妇儿说，你又跟我一样。巧巧了。寸了，哎。干什么？行，我知道，行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那就抽吧。这烟没抽完呢，刚抽半截儿，把饭给我端过来了。又来了。你吃两口。这个包包小哥。你吃两口。啊，你吃两口，吃两口，吃两口吧。我一听这话，我这火噌。我就这火啊。啪一下就行了。我吃你奶奶个孙子，吃你奶奶个嘴儿。那你说你说要我说啊，我去问你吧，我吃不吃？倒霉娘们说两句她不理我。我不说话也不行吗？说你说呀，我不能因为我说多了说错了你就不说了。废话，你要我说怎么？你说，这里头还有没有你这倒霉娘们的事儿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要还有，哎呀，看见这个了吗？啊，我歇死。行，没了，放心吧。你问，没有了啊？那你说我吃不吃？你吃两口。哎，我媳妇儿说什么？没说话。我儿子过来了，爸爸，你吃两口。原始森林，哦，这厉害了！哎呦，太恐怖了，那是啊。
到了非洲原始森林啊，到了这个地方确实穷了一些。啊，没有飞机场，就连机场都没有。哎呀，不是这玩意儿怎么降落？就是空降。空降，那就是空之名啊。哦，哎，到了啊，我开舱门，当空降。哎呀，不是这不直接就摔死了吗？有这个保护措施，什么保护措施？带着这个伞呢。哦，降落伞、雨伞。哎，雨伞。雨伞。这还得摔死。人呐、啊，我扎出岔来，这人扎出岔来，命大，好在保了一条命。哦，下去以后那就玩吧，玩吧，干什么都觉得新鲜。啊、嗯，因为在大城市没有见过，是原始森林嘛。您是去了哪个原始森林？非洲原始森林吗？我到非洲啊，非洲原始森林，看着都觉得新鲜。啊、嗯，认一认当地的植物，可以，对吧？嗯，看那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是韭菜，包野生韭菜。哦，好，看这个白菜，白菜，哦，白菜，胡萝卜，你掉了一非洲农家院儿。废话，怎么全是这个呀？就有熟悉的这些菜，哦，菜都不吸引我，是最吸引我的还是风景，风景。但是看风景的同时啊，然后带这个防护措施了。我干嘛带防护措施？万一能危险呢？森林里面恐兽，太恐怖了。哦，带着一把雨伞，这把雨伞呀有好处了。什么好处？万一下雨了挡雨啊，万一太阳大了遮阳，是，这都是它的用处所在。好就用，带着一把雨伞，嗯，踏踏实实的在森林里走，这就好了。走走啊，难免是遇见危险。原始森林它有那个野生的动物，那肯定有。突然你走着走着，嗯，啊，你怎么了？遇到狗熊，遇见狗熊，狗熊你怎么办？你遇到狗熊你怎么办？我赶紧跑啊！你是赶紧跑啊？你跑不带饭，你跑饭吗？这么正饭了？他当地的地盘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他都熟悉这段路啊，熟悉呀。别跑，那我怎么办？遇见这狗熊千万别跑啊！站住！我站住了，稳住你的气息，站住！哦哦，全身上下一块儿往后蹦蹦，往后蹦。来，我们现在就这样，我们俩就走。把眼镜打掉，我去。